哎，顺丰哥哥呢？在外面找车位呢。啊、爸爸，我好渴啊！这什么呀？这咖啡。我可以喝一口吗？不行。为啥？这咖啡啊，跟中药汤子似的，特别苦，别喝。小妹妹，姐姐好，你要喝点什么呀？我想喝点咖啡。喝啥咖啡？大哥。 您闺女想喝咖啡，你就让她喝一口呗，这你也不让。你是她爹，我是她爹。我跟你说，这咖啬呀，特别苦，咱们呢要勤俭持家，要学会吃苦。爸爸，您刚才不是说这苦吗？这让我尝一下啊。别给我说反了，不是，他呀，这苦咱吃不起，太贵了。多少钱啊？420。这么贵啊？啊。 你说这咖啡吧，爸爸这么大的嘴，我要喝一口，你的一双小鞋就没了；我要喝两口，妈妈的一双小鞋就没了；我要喝三口，那这杯咖啡就没了。420就没了？那姐姐，我不喝咖啡了。嗯，孩子，来喝水，放点柠檬，姐姐给放的。哎，拿了一个。 回家呀，我给你切成片，泡水喝，又解渴又败火。<笑>我先给放起来啊。哎，那小表几点了？现在啊，4:20了。4:20？嗯，你先喝。哦。<笑>姑娘。嗯。今天有什么别人来吗？有啊。 我们早晨8点就开门了，就有人过来了啊！不是，我就说4点钟左右，就是我来这前后，有没有人进来，就是特别有艺术气质的那种？就您这么一位，除了我之外，在这个世界上，除了您，谁还有艺术气质啊？不用你夸我，姑娘，嗯，走了，走了，啊，人家不来了，咱们走吧。 哎，别，你给人打个电话呀！打啥电话呀？人家这些人啊，你不懂，他要不来就是拒绝咱们了。听顺丰哥哥说，说这个老师收学生特别严格，你知道吧？所以说人家不多咱这一个，咱们走吧。行，那咱回家做饭去。做饭，走。来，给我，我拿着。嗯，哎，从这边，这边。哎，柠檬。 对，还欠咱一个柠檬。这哎呀，什么柠檬呀？您的咖啡还没给钱呢。不是，这咖啡退了吧？大哥，你别逗我了，你点都点了还怎么退啊？不是，我是给客人点的，客人没来，退了呗。不是，你都点了，我没法退。 按一半退，那一半钱我出啊？不是，我们真没动啊！你动没动的关键是你已经点了。哎呀，姐姐，我们真的没动啊。那这事儿我也做不了主，要不然叫我们老板吧。爸，要不咱就把钱付了吧？付了，两双鞋没了。<笑>那怎么办啊？你这样。 你叫你们老板来，我跟他对付对付。好，我们老板不在。叫你们老板娘。我们老板娘就是我们老板。那你们这儿有管事的没有？除了你之外？有，我们老板娘的丈夫。那不就是老板吗？大哥，我再跟你说一遍，我们老板娘才是我们老板，我们老板娘的丈夫他不是老板。 叫他，叔叔，叔叔，哎，叔叔，音乐怎么了？跟顾客好了吗？那个，你好，嗯，这老板像不像爸爸？真像。你好，哎呦，你好，请坐。好，怎么了？啊，是这样的，叔叔，这个客人呢点了我们这儿最贵的咖啡，说要等一个特别重要的客人，但是客人没来，咖啡也没动，说要退了。 我们真没动啊，大哥。那就退了吧。你说退就退啊？问题是我，你不要了就退了呗。你看看人家。